弥勒佛呢啊，曾经呢哈问这个阿难，说唯心一目啊，今何所在？就是啊，问我们的心呢、啊、在哪个地方？那我们众生呢，都认为啊，哦，我们的心呢、啊、就在我们的身内，身体里面呢、啊，大家都哈、哦、这样的认为。那佛呢啊，就讲。说心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的地方啊，一切哦，心能分明了知。那假如说心是在我们身内的话，那我们一定呢可以看到五脏六腑，抓生法掌，抓呢就是指甲，哦，指甲跟头发在生长啊，自己都能够看到。然后呢哦，筋转脉摇，各位能够看到吗？都看不到，所以佛说不在我们身内了。哦，这个大概是对我们最大的冲击啊。哦，我们的心啊不在我们身体里面，可是哦也不离开身体啦。叫做不急啊，不离。哦，不急就是不住啊。哦，不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是他也不离开我们身体，哦，这个就是比较哦难体会。那或许上个礼拜有讲，说我们的身体啊是天地的物质，麦克风被衣服盖住了，没有声音了，可以了吗？所以哈、哦，我们啊就要从真理的角度啊，来了解到我们呐、啊、心的所在。因为我们呢啊以往也都听过啊，我们的心呐、啊、是尽虚空遍法界。就是哦，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整个宇宙虚空啊，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在。那我们平常生活之中呢，啊，所用的心啊，都是生灭，都是呢根尘相对，六根呢，哦，跟六尘啊相对，然后产生六识。我们把六识呢当成我们的心呐、啊。可是哦，佛说那个是哦啊无常变化哦，不是真正的我们的心哦，我们的心呢、啊，它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哦透彻了解哦，要明心见性。那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呢，或者说先了解到生灭心，因为呢生灭心啊。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那功能作用呢，我们也不排斥它了，不要去掉它。不像我们后天呢，一打坐静坐以后啊，把那一个全部都不要了。可是哈、哦，六祖就讲，哦，我们啊一定得要用，为什么？不断啊摆思想，那个摆思想啊，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也就是生灭心了、啊。我们不断除它，我们要应对进退都要用那个心，对不对？而且也用得很习惯很自然、啊啊、所以后来就错论、哦、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可是我们研究了、哦、这么一段长时间、啊哦、各位可以分得出来的吗？真心跟妄心、哦、因为真心、啊、它不会变化哦，没有形象，哦，那妄心、生灭心呢？由形象产生啦、啊，哦，由形象、由事情，然后产生我们的认知，那个都是变化，都是生灭。那我们哈、哦，对于哦那一些啊生灭变化的心呐、啊，哦，认识、知道啊就好了。哦，像我们上个礼拜说，哦，我们的哦那个喙肌、嘴巴。里面的舌头，舌头本身呢、啊、是不变之体，可是呢，我们吃东西呀、啊，哦，这个吃花生有花生味道，哦，吃甘蔗有甘蔗味道，吃梅子有梅子味道，
吃饭有饭的味道，吃面有面的味道，哦，那个叫随缘之用。我们 不变之体啊，它能够产生随缘之用。那随缘哦，就一次啦，哦，当我们这个花生吃完了，花生味道消失，哦，那一个啊，哎，就不要在心上啊记住，哦，好过去就好啊。哎，那新的来，有新的味道产生，然后一样又会过去，哎，那这样的哦生灭心啊，哎，我们都在用，可是呢都用一次，我们不会把它当成本体，哦，那我们全部啊都回归了，哦，已经呢嘴巴淡淡的，舌头呢又回归到不变之体，所以叫做哦集而常照，照而常集。因为以往我们只有从经典的文字啊，哦，听到集而常照，照而常集，不知道内容的变化。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哦彻底了解什么叫集而常照，什么叫照而常集。那个集就是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在经典里面呢，它用集来代表，哦，那个集有时候会用妙了。哎，可是哦，用集的那个哦，比较容易分辨。那集啊，就是不变之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我们佛性本体啊，它含藏万象万事，哦，所以叫做集而常照，它都哦能够啊应对，哎，就是能够生花，哦，含藏的万象啊能够生花，万事也一样。哦，都能够生花，这个叫做集而常照，哦，不会拒绝啦，所有的万象万事啊，我们佛性本体都不会拒绝，一定让它生花，叫做集而常照。讲了解意思吗？了解。然后我们照了以后啊，哎，就是呢，已经啊，哦，万象万事有了，那照了以后啊，那个会过去，很短暂的哈，哦。那一些啊，哦，现象啊都会过去，过去以后啊，它又回归到哦本体回来，叫做照而常起。啊，你有了解意思吗？哎，都是哈，哦，哎，在佛性之中哈，哦，在运转。那我们对这个佛性之中它的自然变化，我们并不了解，所以才要研究。那从哦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十方如来啊，同一道处理生死，皆以执心呐，啊，哦，心言执故啊，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伪趋向。各位有没有印象？哦，各位没人跟我印，那习惯哦，哎，没印也习惯，哎，这样就不相应哦，不相应不容易进步。哦，一定得要哈，哦，互相哎回应，哎，了解就了解，不了解就不了解，哦啊，所以我们哦知道说在凡尘呐，啊，我们都是如来啊，我们十方如来同一道，就是同一个方法，要出离生死啊，就是脱离六道轮回，啊，要怎么脱离呢？哦，所以啊，皆以执心，都要用执心呐，啊。那执心呢，哦，各位姐姐在呢那个大圣起心论啊，哦，西方第八代祖师马明菩萨他造一本大圣起心论，那么那一本里面呢他就讲哦那个执心啊，哎，就是我们的哦啊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本体，哦，执心叫做呢正念真如，真如啊，哦，正念，正念呢就是没有念头啦，我们念头都没有了，哦，叫做正念。那么真如啊，哎，就是佛性的本体名称，又一个名称，哦，一真呢一切真，一如啊一切如，真如也就是一真法界啦，哎，那个全部啊都哦常远都存在。那我们对这个呢，就是少探讨，哦，不知道。那我们要了解说执心是一个马上呈现由佛性本体，啊，马上呈现，接着下来呢就身心，
再接着下来就是大悲心，慈心、身心、大悲心，大悲心也叫做哦那个嘞啊上圣的最上圣的我们的佛心呐、啊，也就是啊哦即心即佛哦的那个心。啊，所以我们用慈心哦在凡尘生佛就不造业了哦，所以皆以慈心，心也呐慈。心也直，然后我们讲出来的话也直，也是从性分讲出来，都没有弯弯曲曲呀、啊，所以如是乃至终始地位，终就是已经成就成佛了，成道了，始、哦、啊就是开始修，终、哦、始地位，这个中间呢、永远都没有委曲相，委婉曲折啊，没有。可是我们凡尘啊都是委婉曲折、哦、在用的时候啊，不管是心不管是言、哦、语言都是啊委婉曲折，那这样呢就处理不了生死，在生死之中啊，所以要了解到、哦、因为佛有先把这个标题啊讲出来要怎么做，我们呢就是要用慈心啊，慈心、哦、不会困难，我们当下第一个、哦、呈现的、啊、那个就叫慈心，那个是由佛性出来，可是因为我们用这种心来应对凡尘，大部分都会吃亏比较多了、哦啊、所以我们经验法则、啊、告诉我们不要用、都会用、哦、那个委婉曲折的心、那样、哦就保护自己呀、啊，有没有保护自己呀、啊？真的有啊，保护我们六道轮回，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的吃亏就是占便宜，所以吃亏、哦、不要害怕，要高兴，哦，假如说我们一直吃亏啊，就一直了业障，就没有业障的啦。那一直占便宜呀、啊，我们那个浩然正气呀、啊。一直消失，那浩然正气消失啊，我们变什么？变下等动物、啊、就是畜生。那畜生道呢、哦？它也是佛性啊，可是它已经很迷昧了、哦、我们六万年啊，可以、哦、每一生都当人啊，哦、每一生都六十岁啊，有一千次啊。那假如说我们去当、哦、畜生道、哦、人的一生六十年、啊、畜生道、哦、大概、啊、最少都要240生，这样、哦、再乘以1000、啊、多少了，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当他回归到人的身体、啊、有没有智慧？没有、哦、所以一落入畜生道、啊、智慧都哦，掩盖盖起来，我们人都会盖、哦、把智慧盖住的，何况是畜生道？我们在生活都有用智慧吗？有没有？有当时也真戆对吧？吼、哦，智慧都唔用，智慧创啥？迄藏的啊，迄真宝贵，甲藏的唔当用、哦，所以就这样啊，我们就吼、哦、越。哦，造那个业障就越多，越受就越苦，啊、所以佛就点名哦，十方如来同一道处理生死，同一个方法都要用慈心，所以我们要学在生活之中啊，要学用慈心，哦，也会习惯，对不对？我们都、哦、只要呢、哦、1、2、3次以后、啊、大概就养成习惯了。用慈心到久了自然、啊、成就了、哦、就处理生死了，不在、哦、六道轮回里面、哦、所以这个很关紧要、哦、听了以后、啊、就是要做，不要光听了、啊、听了不做跟没有听一样，所以听了要做、啊、所以、哦、佛就问阿难说，为心以目、啊、今何所在、啊、我们就是要找心啊，把切实的心、啊、找出来、哦、不在身内不在身外、哦、然后也不潜伏在眼根、啊
哦，也不开眼见明，叫做见外；闭眼见暗，叫做见内，也不是那样。那也不随手合啊，看到什么知道什么，跟那个合在一起，也不这样。啊，也不是在中间，也不是一切无着。所以我们把哦那个阿难所回答的哦心的七个地方所在，那个呢全部啊研究透彻。就是凡尘的所有境界相，境界啊，哦，凡尘的景象全部包含在里面，不管有不管没有，全部包含在那个里面。所以我们开始啊，从哦两年多前开始研究的第一堂课，哦，就标明啊万缘放下，有没有？有。那个万缘放下就是放下这七个地方所在，就是我们心的七个地方所在全部都放下。放下了以后啊，一念不生，哦，一念不生呢，那个就叫真闲。那七个地方所在啊，就叫妄境，全部都是妄，都是假的。那我们能够呢全部都放下，已经呢，哦，没有妄了。没有妄啊，就是真啊，真的就是一念不生，哦，你看我们开始啊，就把它哈，哦，要怎么做都点明出来。只要我们那个时候肯做，到现在多久了？两年。两年多了哈，哦，有没有功夫了？做两年多了，功夫有没有啊？哦，可见哈，哦，有啦，有在做啦，跟那老师讲的。哦，有啦，脾气毛病都有在改，只是改得太少了，是不是这样？啊，万年放下都有在做了，啊，放一挂呢啊，差不多吼，哦，百年啦，要不到万年，哦，放到多少了？千年了没有？哦，还是还在百年，还是也十年呢啊？哦，要万年都放下。哦，妄念都放下，妄就净，真就显。啊，真一显呐，啊，哎，全部啊，哦，都是整个触目一眼呐，啊，行住坐卧都是佛的妙用，快乐无忧啊，哎，所以才叫做佛。那个都不骗人的哦，哎，都是要做，能够做啊，能够实际啊，哦，自己得到利益。所以要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忘记了真显。所以呢，哦，各位前贤，我们心在哪里呀，啊？要把它逼出来啊！哦，要彻底了解啊！或者不是说吗？我们身体哦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水火风土没有知觉性，有没有知觉性？那我们现在的身体啊，哦，水火风土有没有知觉性？那它是什么？它就是佛性啊，身体的知觉性啊，就是佛性。所以为什么不在里面？因为哦，那个知觉性啊，显现了，啊。哦，出来让我们知道，哦，不是呢从水火风土显现，而是从佛性显现。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身体的水火风土跟佛性的知觉性啊，把它抽离，抽离了以后啊，水火风土归还给天地，哦，那佛性呢，啊，归还给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啊，已经呢，哦，回归到全部都是真，所以叫尽虚空啊，遍法界，整个虚空呢都是佛性，因为呢佛性没有形象，有没有形象？那现在依附在身体啊，我们有没有形象？啊，住在哪里？住在形象，对不对？这样对还是错？对还是错？住在形象对还是错？啊，我们知道错吗？
我们都不知道了。嘿，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住相的程度啊，到底有多深？深不深？深。我们见到了啊，那个水，那个脉，是住相不住相？住相。哦，住得很厉害哈、从头到尾一点光水的水脉的脉，有没有？那水有风土呀，水有脉。天地的物质、我们要了解、所有风土就是天地的物质，我们看到的、房子也是所有风土、众缘际会然后形成的，跟我们身体的形成是一样、我们都了解、房子有没有自觉性？没有、没有、这个我们都了了分明，可是我们身体、所有风土有没有自觉性？有、为什么有？啊，这样佛性有没有把它抽出来了？有。哎，所以你看，都是从真理的角度啊，来进入了，完全都没有含混，无含理合理，拢无，完全拢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我们在不管哪个地方是很嘈杂的地方，很空旷的地方。所见的是不是了了分明？那个都是啊，我们真心佛性所在，都有真心佛性啊。所以不管我们到哪个地方，纵然超出了我们坐太空船啊，超出太阳系啊，一样那个佛性呢也都在，有无量的佛世界啊，佛性啊都在。我们并不用带我们佛性到外太空去，不用，外太空也有我们佛性在，所以很宽广，非常宽广，不局限在我们身体里面，那我们把它局限在里面，成得了佛吗？局限在身体就成不了佛，因为很狭隘，狭不狭隘？我们都很狭隘，所以要了解到那个都是住相，而且在妄的相里面住得很厉害，所以我们见解越深，直观意识越强，成道就越困难，这样了解吗？为什么？因为他的见解偏差跟真理不相应，不合真理，那不合真理能成道吗？不能、不能成道，我们一定要跟真理相合、相通、道啊，都是通达的，没有阻塞的、一定要通达、所以在、人生的那个、人事、摩擦上面、我们一定不要用心，我们现在来回观啊，人事的摩擦是不是非常小的小事？是，都是无关紧要，对不对？可是我们看的啊，重不重要？都看得很重要，是不是本末倒置？佛性要看重要，我们看清了，那一些凡尘事啊，要看得很轻，我们看得很重，所以老一辈都讲啊。钱为不白不钱为看到灰老、听懂意思吗？这样都台湾人台湾都听有、所以要知道说、一定也要透彻、了解真理，真理透彻了以后、生活的天地、非常宽广，然后我们呢、都会走入、真理的领域，就呢，完成的名称叫做成道，叫做成佛，只是回归到本来而已啊，对不对？相不相信自己就是佛啊？要知道我们就是佛，就是大菩萨，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啊，我们唱歌不是这样吗？有没有？
啊，真的在唱的时候心里有这样想吗？啊，是唱在唱啊，吼，嘿，心在想的，搁另外心在想的，啊，现实生活搁哦，另外是现实生活，哦，又都不相关，相不相关？相关。哦，所以呢，我们哦研究啊这个啊《楞严经》啊，就是要我们彻底的明心见性。哦，明心了没？见性了没？你看，印度拢惊惊，哦，都还不够了，哦，对自己呀、啊，那个信心啊都不够，哎，啊，所以要了解说，哦，我们只能够哦，在凡尘毅力，就是呢，哦，佛性，那佛性呢，哎，很亲切啊，当下都现成，哦，时事古今呢，不离当念。所以我们当下的念头啊，具备万万年，不要有三心就没有四相，哦，没有三心四相呢，三世啊摄受我们不住，就不用六道轮回，是不是已经成道了？是，哎，当下都成道成佛，所以叫因果一致，哦，因果同时啦，因跟果啊同时呈现。了解到不生不灭的、哦、我们那个真心、啊、当下就已经成道，就已经成佛了、哦、不用再等，我们都在等嘛、哦、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才回礼天嘛、哦、对不对？有没有在等啊？我们不是都这样吗？天后哪一口气不来，我就要等来礼天啊。要了解哦，礼天就在当下哦。我们只要呢进入啊真理世界，就在礼天哦，在道理之天。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有没有进入真理世界？这个导师哦，想无啦，唔知要应有啊应无。那我们呢这个回来、哦、再来讲这个哦《楞严经》的哦经文，我们讲到哪边的？二十二页。二十二页啊、哦，中间呢、哦？二十页啊、哦。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中间，皆由不知两种根本啊。聊到中文的。好、哦，最下面呢、啊，那个允和两种那边嘛，好、哦，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哦，就啊，这个详细的讲内容，哦，说我们呢、啊，啊，不知道两种根本，哦，错乱修习，哎，就是啊，修道学习呀、啊，都错乱的，好像呢，我们呢，这个啊，煮沙呢，要成呢，哦，加转。煮沙呢要盛那个、哦、好吃的白饭、啊、会不会盛？不会。嘿，佮煮毛拢吼，会刷烧呢吼，袂变饭啦，袂假、哦、所以那个沙呢、啊、不能盛饭。那么重经成劫啊，终不能得，再怎么久的时间呢、啊，都、哦、得不到。也就是呢，我们用生灭心来修道的话，再怎么久的时间呢、啊，都修不成道了。所以这个、哦、一定要、哦、认知、啊、要知道。那我们一般有时候也会、哦、错误的那个、哦、认知、啊、从、哦、事从相、哦、去努力、啊、那佛、哦、我们要了解说修成佛、啊、一定要从心从性，没有从事、啊、从相去修成的。那我们在凡尘啊，对事对相，哦，很努力啊，哦，去做的话，那个是了了我们业障，哦，然后呢跟众生结缘，这个也是很好啦。可是哦，那个不是根本，哦，根本的话呢，就是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呐、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那个才叫哦根本。
所以佛就把这个点出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努力，那个方向一定要这个认识得很清楚。所以底下呢就讲说允和两种，阿难，一则无始生死根本，一种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因为佛性它不会生不会灭啊，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一个开始的时间，没有开始的时间，也没有结束的时间呢，它都常住，永远都在啊，不迁呐，不用搬家常住不迁，然后如如不动，可是呢，我们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我们并不了解。所以佛就点出来，则如今则以诸众生，讲阿难呢，跟所有的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那个攀缘心就是四心，就是生灭的心攀缘。我们跟凡尘看到现象，然后呢住在相，那就攀缘。遇到事住在事里面，那个叫攀缘。我们希望人家好，我们希望人家坏，那个也是攀缘。所以我们都用攀缘心把这个事心生灭的心认为是自性这个是大家都这样没有研究性理心法都这样还有了解吗？我们没有研究性理心法之前用什么心来修道？四心。对，都是用四心因为四心我们了解它的作用也很大。我们平常呢男女之间恋爱为生为死都很感官的，那也四心啦。四心里面也有真心也有那一种那个害人的心。所以那个包含非常宽广都是变化无常不会常住不迁啦所以用这一种心从源头从开始就错误了所以佛把它点出来。那么第二个无始涅槃菩提涅槃圆清净体那个是我们的本来，我们佛性的本来啦，也就叫本寂国寂的寂本寂就是我们的本位每一个呢都是佛。无始呢菩提，菩提就是觉，涅槃不生不灭那圆就是本来本来就很清净很清净的体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这个第二个这个是始于我们的根本。则如今者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现在是经严明，那个是是认识的是经就是纯一无杂那是经纯一无杂就是我们了了分明那个真心佛性发挥出来的那个是经严明，严就是本来，明就是光明，我们本来佛性就非常的光明能生诸眼，佛性的本体可以生花所有的万眼，所有的妄都从真生花，所以我们要万眼放下，那个万眼都是从我们四经严明生花出来，这样知道吗？那生花出来，假如我们不攀缘，假如我们认识事来则应呢，事去则见，那就没事了。可是我们错认，把它认为是佛性本体，那个呢，生出来的诸眼，生出来的那一些从佛性生发的那个那个寂而常照，那个常照我们把它当成本体。
那么言啊，守仪者，哦，就是啊，啊，生出万言，可是哦，就生不出啊自己来，哦，被言所遗失啊，这样了解意思吗？比较哦，这一句话比较不容易了解，嘿，就是言所遗呀、啊，或者用比喻各位就容易知道。我们眼睛是不是能够看万物？看得到自己的眼睛吗？哎，就是这样啦。哦，那个眼所移，我们眼睛看所有万象，但是看不到自己眼睛啦。啊，所以那个世经严明，生花万物万象，哎，生不出自己来。还有了解不？知不知道？哦，就是这个啦。哦，它能够生花万年，就是生不出自己啊，所以我们就不认识啊。嘿，拢认识说万象，认识万事，嘿，拢知影，嘿，啊都唔知讲啊，到底啊，哦，迄、那个本体是虾米？哦，就是眼所遗呀，嘿，被眼所遗失了，唔知影家己呀，嘿，所以咱拢无认识，不认识，他、啊、才会六道轮回。假如说认识的话，哎，我们就可以保守，甲莫掉掉。哦，就不会遗失了。那么由之众生呢，以此本源。哦，因为所有的众生啊，哦，遗失了哦这个本来光明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哦，虽中入行啊，虽然我们佛性本体跟我们一秒也没有离开，而不自觉，都不知道了。唔知讲咱哦，本身呢、啊、就是佛，本身呢，就是从佛哦发挥出来的功能作用，都不知道，所以啊，很冤枉，妄路之去，哦，知就是很多，去啊就是走向，啊，知去呢就是六道轮回啦，哦，所有的众生之类叫做知去，这样懂意思吗？不很深啊，那也看大家那也拢哦，不是很哦了解的状态，了不了解啊？了解，了解哈、哦。所以我们呢，真的是哦，遗持本名啊，遗失啊这个本名。那我们研究啊，就是要把本名啊，让它发挥，哦，所有的本来的光明都让它发挥。哦，那个知佛妙用我们都具备，哦，佛所看的万象跟我们所看的是一样啊，没有两样，差别在我们分别心很强，佛没有分别心，差在这里而已啊。那我们呢，哦，越了解了以后啊，哦，那个、啊、分别心就越来啊，哦，就会越淡薄，哦，越少。老师，那个谢谢你里面不是哦，造化之中我们原来是一体，有没有？啊，一体要不要分啊？就不用分了，对不对？所以老师哦，用最少的文字啊，哦，讲最多的道，只是我们都没有体会啦，有没有体会啊？有啊，真的啊。所以底下呢那个小的文字哈、哦，各位就回去啊自己看，我们就光讲那个本文，哦，阿难哦，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汝今欲知啊，奢摩他路，愿出生时啊，哦，今复问汝，所以你哦现在要知道啊，奢摩他，奢摩他呢翻译成中文叫做正定。正定，哦，正确的定力呀、啊，正定，哦，那个是从我们的佛性发挥出来。那奢摩他呢？跟那个毗婆舍奴啊，它有哦一点啊相同意思。我们翻译成中文叫做止观，停止妄念、妄想的念头啊，全部都停止，叫做呢奢摩他。然后毗婆舍奴就是观，观照佛性本体，哦，那个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啊，他所发明。
跟这个楞严经有一点相类似。那这边阿难的奢摩他路就是要能够成就菩提的一条道路啦，要怎么样来十方如来呢？要怎么样成就那一条道路？所以那个阿难问的奢摩他跟佛回答的奢摩他那个方向内容呢不相同。可是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要从奢摩他那一个领悟真理。奢摩他、三摩地跟禅那，他三个呢同时阿难同时讲。那么奢摩他呢着重在领悟圆融的真理。三摩地呢着重在实践，实际的去修持去做。然后禅那已经有功效呈现。三个翻成中文三个都叫正定。是从佛性发挥出来的正定。所以正确的经文前面都加一个妙，妙奢摩他，妙三摩地，妙禅那，那个才比较符合它原来的意思，都是很微妙的。所以从领悟圆融的真理开始，我们要做要有行为一定要知道真理。所以我们头脑怎么想，我们身体行为就怎么做，对不对？然后我们没有研究真理认识错误了，结果我们做出来也错误了，结果业造业已经形成。因果定理自己造的业自己要接受果报。那我们从开头业就不造，所以才有一句话菩萨畏因畏即缘因，凡夫畏果。做的时候都不管什么结果，等到做了以后才害怕结果。是不是这样？是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就要先研究真理先了解奢摩他圆融的道理圆融道理已经有了，然后呢那个三摩地实践实修做下来都不会造业然后功效呈现禅那三个全部正殿都是由我们佛性出来，所以把三个加起来叫做首楞严大殿。那首楞严大殿就唯有成佛才可以成菩萨都还没有资格称呢首楞严大殿。这样了解吗？我们说首楞严大殿都已经是佛的程度了才可以说。那它里面的内容包含奢摩他、三摩地、禅那加起来三个全部加起来叫做首楞严大殿。首楞严大殿呢是百千大殿的一个总根源，百千个大殿都从首楞严出来。这样了解吗？都不知道听看那个样子好像是头一次听百千的正殿都从首楞严出来所以我们了解殿有非常多的名称，非常多不同的内容那最重要就是首楞严大殿，它已经呢就是一个总纲那个纲要所以佛呢跟阿难讲说你厌出生死要呢脱离那个六道轮回生死苦海今复问你，现在呢来问你问题，看你能不能够进入真正的修道轨道。那么即使如来即金色臂屈呢五轮子与阿难言，语就是告示阿难，
如今见不、哦、释迦牟尼佛呢、哦、举他的那个手臂、啊、因为呢佛、啊、全身、啊、都是呢、哦、那个、啊、金色的、哦啊、所以手臂也是金色的，然后屈呀、啊、五轮子，就是把、哦、那个手掌啊弯曲，弯曲会吗？哎，都、就是该吼合落安尼弯曲，吼、哦，然后告诉阿难说：“如今见不？你有看到无？”然后阿难回答说：“见。”那我们哦，见尘啊，见相也是见，见性啊也是见，对不对？一样都是见，哦。啊、所以、哦、佛又问如何所见，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嗯啊、手在那开在那合、哦、有看没看那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哪会会问到那么慎重，有没有？嘿，这个、哦、里面的内容、啊、就是因为见性跟见尘，见尘就是见形象，见形象也是见，对不对？见性也是见，对不对？嘿啊，所以哦，这个地方回答出来，两个都包含，到底是见尘呢，还是见性？我们能够分别了吗？见尘跟见性，能不能够分别？可不可以？可以。讲讲看，什么叫见性？哎，那对家己有信心哦，讲较大声。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见相啊，就是现象的呈现、啊、那个很容易，这个叫见尘哦，不叫见性。那见性的话哦，就是谁看到？佛性。哎，对，那个佛性看到，那个就叫见性了。还有了解哦，所以哈、哦，我们又可以回想，哦，释迦牟尼佛啊，夜读明星而悟道，有没有？啊，咱嘛拢咧看，暗时啊咧看星，吼、哦，捌看无？啊，咱有悟道无？因为我们都见到星星啊，吼、哦，嘿，没有见到佛性啊，啊，所以哈、哦，差别就在，哦，那个星星哈、哦，哦一。掉下来的时候啊，是我们的佛性看到的，那个叫见性啊。啊，咱看到讲啊，流星，那个叫见尘呐、啊。见尘就是见相，啊，见相，相是不是千差万别？是。嘿，啊，所以千差万别的相，我们一看那是凡人呐、啊。啊，见性哈、哦，哎，我们的佛性呐、啊，能够看万象。这个能够看万象的见性、哦、只有一个，这样了解吗？了解。嘿，我们见到、哦、四目，我们见到石头，是不是同一个见性见？对。嘿，你看到万象都同一个佛性见，对不对？对。那个叫见性。可是我们看到树木，看到石头，看到万象，是不是都不一样？那不一样，我们进入不一样的现象啊，那个叫做见尘，叫做见相。啊，你了解不？了解。哦，是不是很分明？是。见尘跟见性啊，是不是分明？是。奇怪哦，都这么多人，怎么这两个在用呢？这个不用哈、哦、思索嘞，我们都能够、哦、非常透彻知道，原来见性、哦、就是只有一。我们看万象都是一个佛性在看，可是万象千差万别，我们一进入到相啊，那个哈、哦、没完没了了，烦恼都来了，来不来？啊，见相有见，我们见性了有没有烦恼啊？哦，性里面没有，哎，
你怎么样像它怎么样呈现呢、啊哦、我们见性看的、哦、都没有去进入内容，不会有烦恼。嘿，所以我们在凡尘的应用、啊、要见尘还是要见性？见性、哦、我们都会了，对不对？对。嘿，你看研究多好哦，能够了解啊。嘿，不然我们啊，无研究那么见相，哦，都是形象啊，啊，去有形象诱去啊，对不？啊，拢住相，嘿，形象已经过去啊，无看，嘛还搁咧想，对不对？哦，啊，烦恼自己找的啊，所以才天下本无事啦，我们庸人自扰，哦，我们都是没有进入啊，哦，那个见性的阶段。所以烦恼很多，那现在一走路啊，哎，都是见性，哦，性就只有一个，哦，都是了了分明，没有三心四相，没有分别心，哦，是不是整个佛性都呈现？是，对不对？对对。哦，亲不亲切？亲切。好、哦，非常亲切。哎，所以啊，我们这个一了解到哦，心理心法，这个晚上啊睡觉哦。现在冬天、啊、要盖棉被，棉被一盖着偷笑，有没有偷笑啊？还是唉声叹气啊？我们建成的话、哦、要唉声叹气、啊、哦，这个不修道不烦恼，越修越烦恼。跟你讲，这个没晒，那个没晒，有没有？不是师长听到这样，你安尼做唔对，你安尼做未使，有没有？有。啊，要不要烦恼啊？不要。啊，不要啊！人哋你讲那嫌那个没烦恼啊？哦，那真好哦，很超越的哦。哦，嘿，所以要了解到，人那个灯咧讲那嫌哦，咱观恶缘是功德，会不会观啊？会。嘿，啊，要怎么观？看着他的嘴脸、哦、然后呢连到他的心，他哪会说这款话、啊、这款话就不合真理、啊、他哪会在说，像这个人可不可怜、啊、我们要不要跟他对立、哦、很可怜，对不对、欸、我们不要落井下石啦、哦、他就拔了一口井，有吗？有拔了吗？无了解真理啊，有跋来古井无？哎，莫接石头，紧甲抌落来呗。唔免吼，嘿，较好心的啦，原谅伊，吼、哦，对不对？这样你看，观恶缘是功德，有没有？有。嘿，会骂人的人啊，知不知道真理？知道。嘿，啊，不知道真理的人，跟畜生有什么不一样？一不一样？那畜生高啊，哪里给咱肥哦？你了解真理不？知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吼啊？孤来给肥倒转？不用吼，可怜他了吼。可怜他已经呢转世到畜生道了。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很超然的，有没有？生活就很快乐了，对不对？对。哎呀，我们自己要追求啊，真理哦，世界里面啊，没有那一些不合理的啦。哎，不合理的到来，是在了了咱的那款业障，障碍太多了。哦，看到经，看到一挂经文啊，吼，看到一挂佛门，目睭就要起去啊。那个就是业障太多了。哦，那个障碍呢不给我们看，哎、啊、要克服啊，要不要？要，要哦，要克服，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凡尘的追求一定呢，哦，一定要朝真理的方向，啊，真理的方向，哦，它没有那个负面的啦，所以只要人家来讲负面啊，来说是非便是是非人，哎、啊，就哦，我们就先有。哦，打预防针啊，不会跟他一样的，所以
哦，这边哦，这个佛就问阿难如何守见，哦，要看他是见尘呢还是见性。阿难就回答：我见如来啊，洗臂哦，屈指为光明拳，要我心目。哦，这个是讲现象，现象呢就是这样呈现。哦，说释迦牟尼佛呢，哦，举起手臂啊，然后呢那个哦手指啊，哦屈指，哎，都、就是拢安尼压落来，哦，跟那电棍头不安尼，哦为光明拳，那个佛呢，哦那个身有光明，哦就是光明拳，然后呢照耀啊我的心目，哦和我的心跟我的目睭啊，哦拢真光。那佛又问了。如将谁见？你看是不是很明白？哦，你将谁见？哦，什么人看到？你问什么人看到？跟阿难讲，已经针对阿难，还在问他哦，你将谁见？然后阿难回答哦，我与大众啊。同将眼见，哇，这一下会挖一样，是眼见呐、啊。眼见是什么？就是见尘呐、啊。哦，伊无见性啦、啊，伊见尘。哦，你看安尼差有够远无？哦，所以我们就哦发现说啊，阿难比我较戆。我就知影讲安尼见性啊，伊还够吼，伫咧见尘。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阿难师心地啊、哦、非常的善良，要引导末法众生的来修道，所以视线啊都很低啊，程度很低，不然他已经哦得到出国啊虚陀洹，已经哦那个见后啊都消失了，怎么还会呢哦用眼睛来看，不会啦。所以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推敲，就知道阿难是故意哦示现，要佛来讲哦，把那个真理啊讲出来。哎，所以我们不要说啊，阿难比我较戆，较巧较戆。哦，所以那个心地啊很好。哎，佛讲的话哦，众生相信的程度高了。那阿难讲哦。哎，大家相信也阁无遐悬，吼、哦，阿、啊、要何佛来讲？那么佛哦，告阿难，佛要跟呢阿难讲：汝今答我，说你现在回答我，如来哦，屈指为光明拳，耀汝心目，哦，这个都是现象哦，实际啊就是这样。那么汝目可见啊，哦，你的眼睛啊可以看到。以何为心？当我全要，你是啊，哦，用什么心呢？哦，来看我这个哦，屈指这个光明拳，哦，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哦，这个呢，就是已经呢，哦啊，把它点名说呢，哦，以何为心呐、啊？你这个心是什么心？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心呐、啊，有四心。哦、有生灭心、哦、然后有、啊、我们日常生活应对的、哦、那一种、啊啊、那个妄心都是心嘛、哦、对，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研究了以后再来看那个、哦、法龙讲的话、哦、恰恰用心时、啊、那个什么心法龙用什么心哦、那已经呢就是、啊、把这一些、哦、妄的心、啊、全部都去掉了啦，全部都去掉叫做无心、哎、我已经无心了、哦、没有心，那没有心、啊、就进入、啊、真心了，那有心的心、哦哎、那个有企图、啊、就是有失心、哎、那就有喜欢讨厌的心，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是不是都这样？哎，喜欢讨厌很强烈，哦，喜欢想拥有，讨厌就排斥，哦，
然后所作所为啊，就造业，造了业啊，就要受苦，自然形成了。那我们了解说，把这一些啊，四心，生灭心，全部都去掉，没有了，那个七个心的地方所在啊，全部都去掉了，叫做忘记，叫做万缘放下。啊，你念起来呗，把遐意思拢个念起来，万缘啊已经放下了，一念不生呢，就是无心的，无心啊，真心呈现，那真心呈现呐、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心呐、脱离生死。很有了解不？非常的清楚明白，所以啊，这个佛啊，一直要把那个真心啊，争出来，征召出来，一定要切出来。说以何为心？当我全了。阿难就回答说：如来现今啊，真心所在，而我以心呢？推穷行主啊，即能推则我将为心。假如说我们在文字里面啊，看一看啊，和那种跳舞，那个推穷行主啊，我们凡人不是都这样吗？会向推穷行主啊，是不是拢真跳？对不对？结果你看推穷行主啊，是不是离真啊越离越远？所以真呢就是要放下万缘，不能呢再去啊推穷行主。推穷行主就是自以为是啦，自己一直找那个理由，一直扯一直扯理由，那个推穷行主啊，就是那个六祖所讲的那个大家开会那个集思有没有？然后共建，大家拢用你的地位啊，把迄、那个想到的答案讲出来安尼来迄、那个方法，迄、那个方法就真悬，是不是这样？推穷行主啊，就是啊集思，大家集合了集会了然后来。提供最那个完整的那个整个意念。所以老天时常讲，修道哪有开会？可是奇怪，我们时常都在开会啊，有没有？我们开什么会啊？以真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呢那个啊，就是检讨过去，开会啊，就是检讨过去，策划未来，对不对？那检讨过去，策划未来，把握现在啊，是什么要用？就是现象要用啊，佛性要不要用？佛性不用，所以我们一开会以后啊。就落入落入啊那个集善，收集啊那个善，所以叫教化。老天师长讲，我们负担的使命啊，不是教化，是传道。那传道唯有我们老师呢掌道盘才可以你宗教啊。他只有欠善，你行善了他宗教的目的就达到了，没有再往上推的那个前边。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是办道就是传道不是呢在那个宗教方面的那个就是积善，把大家呢都能够善心培养，就完成了。所以啊，凡尘很有名声的都是啊，大家拢捌，那个就是一种教化
行善的教化，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或许是把哦那个啊老前人的那一种理念呢，哦，把它呢推广出来，所以我们一定呢，哦，要秉着现在呢，哦，沾到呢上天大开普渡，哦，佛老师讲道盘将道呢传给我们，那，啊，我们也要哦，哎，继承老师的意思啊，一样传道，不是呢在欠善，当然欠善我们也要去做了。只是哦，目标啊，一定要了解，哎，就是传道，哦啊，传道啊，一定要有哦那个啊掌道盘的祖师才可以，这样了解吗？了解。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都很幸福的，哦，我们都是啊，人在福中哦，不知福啊，哎，都唔知啊。哦，自己很幸福，哦，转世在这个最哦理想的那个修道环境，哎，个个都具备了，哦，我们所有啊好条件都具备，再不修就可惜了，哦，所以要努力修。那么接着释迦牟尼佛呢，哦，就讲一个字啊，斗。那个斗哦，就是骂人的意思啦。哎啊，那个佛在骂人，不会脏话，哎，不会用脏话啦，哦，所以他只有讲斗，说阿难，此非汝心，这个哦不是你的心啦，哦，因为这个都是变化无常，哦，不是你的真心，哦，不是你的慈心。你要用这个心呢，没有办法脱离生死，没有办法呢，哦，走路啊，奢摩他路，哦，没有办法。那么阿难呢，哦，决然必作合掌，哦，就害怕，阿难呢害怕，然后避开呢他的座位，哦，然后啊合掌，哦，起立啊白佛，哎，就是站起来。哦，回答你这个释迦牟尼佛，此非我心啊，当名何等？说这个啊不是我的心，那么这个叫什么？哦，哎，阿难呢说这个不是我的心，那这个叫什么？那佛呢就讲，哦，此是前尘啊，希望相想，哦，显现在眼前，哦。凡尘的景象叫做前尘，那么这一些凡尘的景象，它都是虚妄，都是变化无常，都是假的，哦，所以啊，哦，那个相，你从这一些哦虚妄的相产生的念头想，惑汝真性，迷惑哦你的真性。这样了解意思吗？哦，一个字一个字哦，哦那个含义呀，啊，我们都呢把它呢这个详细说明，哦，说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这一些景象都虚哦妄哦不实在，哦，那么这一些虚妄不实在的相，你产生想就是念头，哦，它迷惑你的真性。那么犹如无始，哦，非常久远，哦，那个开始，哦，没有一个起头啊，哎，就是一直这样过来，至于今生一直到现在，哦，认贼为止，哦，就是认这个啊虚妄相当成你的真心，就是认贼为止，所以啊撕掉你的眼长。言就是本来常呢，就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哦，故啊受人转，所以才一直六道轮回。这样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六道轮回了吗？哎，我们就是跟阿难讲的一样啦，哦，就是因为啊，哦，显现在眼前啊，凡尘的这一些景象，我们都把它当成真啦，所以迷惑，哦，我们的真性，
我们真性呢都已经不明了，不了解了，哦，所以无始一直到今生，哦，都一直啊认贼，哦，为止。我们有没有认贼为止啊？没有啊。我们都认为，哦，那个四心啊就是我们真心啊，哦，这个就叫认贼为止。他听明白啊，有没有？嘿，把我们的真心都听明白啊，哦哦，非常的喜欢他爱他，结果有没有被他害了？害得很凄惨，哦，有没有？嘿，已经这样，哦，千千万万世这样害到我们都不清，对不对？所以我们佛老师才讲啊，哦，深信啊，哦，我们啊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我们这么久了啊，有没有留下一点点记忆啊？有啊。我们前生做什么啊都不知道，哦，所以我们不研究真理的话还不知道说，哦，一直啊在，哦，六道轮回还经过这么久，哦，我们讲六万年只有这个轮回啊，那之前的六万年好，哦，几千个几万个几亿个六万年我们都经过了，有没有一点记忆啊？没有。哎，老师说深信啊可以耶，哦，所以要了解说老师鼓励我们研究了，哦，说我们啊一直啊，哦，都不知道自己啊在六道轮回时间啊竟然有这么久，哎啊都还没有清醒。清醒了没有啊？是有了，但是还很少了哈，清醒的都还不够，可能刚眼睛睁开了哈，睡觉的时候啊哈，啊刚眼睛睁开一点点，还没有大醒过来，所以我们要哈深入，哦，就是啊在日常生活，老师教我们哦，十分钟也好，二十分钟也好。哦，三十分钟也好，要，啊，把它固定。哦，做万年放下。哦，这样的话呢，一定啊有功效。哦，你一直做，一直做，你看执心出来了，然后身心，然后大悲心。哦，啊，然后脱离啊生死苦海。我们不是那个时候讲吗？哦，失机而龙现啊，淹没而雷声。然后神动而天水，哦，那个都很有深度，有没有？哎，我们在家里面做书记就是，哦，静居在家里啦，龙现就是神通万物。你看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会不会神通万物？哎，就是可以啊，神通万物。为什么呢？全部都是佛性啊，整个天地的造化。哦，造呢就是从无到有，化呢从有到无，都这样一直在变化，对不对？哦，可是我们都不知不觉，都不知道啊。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慢慢那个知觉性，哦，佛的功能作用、前提大用都会呈现。啊，呈现以后啊，哦，那个时候内心啊了了分明。哦，就不一样的，不是这么粗浅的人生了，哦，是很深入的，哦，啊，一深入了以后啊，嗯，那个是哦，无言之法都能够得到了，非常的有哦内涵，所以啊，表现在凡尘哦，人格啊都很清高，哦，那所有的容量都很大。我们现在容量大不大？啊，都不敢讲，还够给阿等家多，大概不会了吧？哈，哦，都宽广的，哦，度量都宽广的，啊，是不是自己啊可以发掘？哦，度量大不大？自己是不是可以发掘？是。哎，啊，家己多阿些，
都不敢说、所以那个现实生活里面、我们要借假嘛、来修真、现象都是假啦，那借着一些假的现象把真的佛性、修正出来，那真的佛性出来我们自己、了了分明，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啦，所以自己、修到什么程度自己一定知道、要自己努力、所以我们佛老师一直鼓励、或者看那个美国那个弥勒宝堂、那个训文、有没有、老师说、能够戒窍的时间都很短，可是、里面很多段都一直鼓励、研究性理心法，一定要研究、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要固定、一天老师说一百天、各位有没有看、有啊、有看的人很少了，两三位、没看的人多了、因为都要赚钱没闲、没闲通看，所以有一天、那个无常来召唤的时候、你要记得跟他讲我没闲不通一声他来招你就去的、你要跟他说我没闲，像这一次、我们不是休息五十天嘛、我也跟他说我没闲我说我要很多人都还没了，我没用，不能把我抓去，所以他又换我回来了我们才有资源、共同研究、棒不棒？很棒、对、所以要努力、这个假如说再来一次的话可能他就不讲情了，你不能每次都没用一定要有闲的时阵，无闲，你看老师拢叫我要记得要休息，迄就是爱有闲，有闲才会当休困啦吼，要休息，记得要休息。可是或许是越讲的话会越高兴，看大家都能够走入真理世界，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走入修道轨道、无比的安慰、所以大家要努力。阿难白佛言，阿难呢他又回答说、世尊我佛从弟、因为、这个阿难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阿难是最小了，年纪最小，释迦牟尼佛年纪最大、一个最大一个最小、所以他讲说我是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很宠爱的弟弟、就是、都这样给他教过，那么心爱佛故、就是心、很喜欢佛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令我出家、就是一心爱佛才呢、令我出家，让我能够呢、离开这个烦恼的娑婆家、进入呢真理、领域来修持，那么我心何独、供养如来、我的心、不只有来供养如来，乃至啊就是啊，中间有非常多的，他都在供养，遍历啊，恒沙国土，经过非常多、非常广的地方所在，城市呢，知佛，就是那个佛交代的事啊，他都成事，他都去做，那个城市呢，知佛，即啊，善知识，有那个呢在凡尘啊一直啊在引导众生修道的都叫善知识，
那我们了解说凡尘啊有很多的修正者啊，他发心再来，那一些呢都是善知识。那么花大勇猛哦，阿难说他花那个很勇猛的心啊，行之一切啊难行的法事哦，去做呢非常困难做的哦，就一些佛法方面的事情，皆用此心啊，都用这个心，都用四心啊，都用哦推穷行主的心。那么众令办法先哦，下面呢、啊、讲反面的哦哦，这个前面讲那个正面，那么办法这个是反面。众令办法永退善根啊，亦因此心。假如我会毁谤佛法，善根都退掉了，也是这个心。若此花明啊，哦，现在释迦牟尼佛把啊我所用的这个心啊，把它发现明了，不是心者，这个不是心，那我乃无心啊，我就变成没有心的。同之土木啊，哦，跟那个土哦，跟那个树木啊，已经相同了。那么离此觉知啊，更无所有。我离开这个四心的觉知啊，啊，已经都没有了啦。哎，我全部都没有了。那么允何如来？为什么现在呢？释迦牟尼佛说此非心，说这个啊，不是我的心。哦，我实惊怖，哦，我实在呢很惊讶，很恐怖啊！坚持大众啊，无不疑惑。这个哈、哦，阿难要拖别人落去死啊！哎，家己讲的力无够吼，还佫拖一挂大众来倒，安尼靠力。哎，所以哈、哦，坚持大众，哦，无不疑惑，他们呢也都很哦怀疑迷惑。那么唯垂大悲啊，开示为悟、哦、希望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慈大悲，能够开示啊、哦、还没有领悟的部分。那么尔时世尊呢、哦、开示阿难及之大众，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哎、就开示呢这个阿难、哦、以及呢对大众讲、哦、意令心啊入无生法了、哦、要所有的、哦、大众以及阿难、哦、让他们的心、啊、进入无生、哦、进入、啊、没有生没有灭、哦、无生无灭那个法，人就是安住不动、哦、进入、啊、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法，然后安住不动，叫无生法了。那么以狮子座摸阿难顶、哎、这个释迦牟尼佛、哦、坐在那个狮子座，然后呢那个摸用手呢摸阿难的头顶，那个就是安慰啦，说你不用怕、哦、不要呢这个惊怖啊、哦、那个怀疑、哦、而告知也跟他讲说，如来常说、哦、这个如来呢时常说，那阿难呢奉事呢、哦、释迦牟尼佛他就呢常听到，知法所生啊唯心所现。我们凡尘的所有万法，知法知就是很多，所有的法也就是所有的一切、哦、所生花的所有一切所产生的都是我们的真心呢所呈现。那么一切的因果世界、啊、大到世界小到微尘，因心、啊、成体，因为我们有真心呢它才、哦、成就现象。所以、哦、一切的、哦、因果、哦、凡尘所有一切的因果以及最大的世界最小的微尘，都是因为心、啊哦、它才能够呈现。哦，阿难哦，又跟呢阿难讲，若知世界啊，一切所有，哦，这个世界，哦，世呢就是啊时间，界呢就是空间，
哦，事呢有过去事、现在事、未来事。那界呢有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叫做世界。哦，一切的世界，知世界啊，知就是很多。哦，有很多世界，一切的所有世界上呢，一切的所有哦物啊以及事，其中乃至啊，就是讲那个所有的内容。哦，草月啊，哦，缕结，哦，就是啊，很小的草，哦，以及叶，哦，那个丝线，哦，我们呢缝衣服的那个丝线，哦，结打结，那么结起根源，结啊就是植物，我们来哦那个啊追求它的根源，根本缘由，闲有体现，它们呢都有一个体。也有一个物质的线，那么纵令虚空哦，那么讲到虚空方面呢、啊，哦，亦有名貌，虚空也有名，虚空也有相貌，哦，何况呢？啊，这个清净啊，妙境明心，虚空那个啊都有名貌的，那我们呐、啊，哦，清净妙境明心呐、啊，那更是有。切切实实啊，哦，存在，哦，性啊，一切心，哎，那个哈、哦，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凡尘所有万象万事的所有性啊，就是啊，一切心而无自体。它为什么没有本体？一定有，哎呀、啊，所以这个本体呀、啊，就是无形无相，可是啊，切实存在。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哦，我们佛性啊，哎，在我们身上哦，了了分明啊，哎，确实啊，哎，就是存在。若汝执令，哎，假如说你执着哦，不肯放舍哦，令啊就是吝啬，不肯放舍哦，那个执啊，执着分别结观呐、啊，哎，就是分别，分别就是了了分明，墙壁是墙壁，花是花。哦，窗呢是窗，门是门，那个叫分别。哦，然后觉观，你的感觉跟你所看到的那个所了之性啊，哎，你的那个哈、哦、了了分明的那个性，哦，必为心者，你把它认为这个是心，哦，一定是你的真心。那么此心呢，即应离诸一切哦，色香味触啊。知尘事业别有前线，你这个心哦，就是要离尘，离尘啊有体，那个才叫你的真心呐、啊。那离尘无体呀、啊，哦，那个就是啊，哦，假的。所以那个离尘有体呀、啊，跟那个离相哦，这个啊无体，我们之前啊，也都有讲过哦，各位都还记得吗？或许再重讲一次哈，哥就会有那个哦印象回来哦。那个时候、啊、用的那个茶杯，我们把这个哈、哦、当成是古董。各位浅浅，这个是古董的话，它大概啊要多少钱？有价啦，这个哈、哦、有价可以买到，大概哦是10万。哎，看它的年代哈、哦，越久的年代啊越贵，哦，那越接近呐、啊，哦，我们这个现在时间短就越便宜，哦，啊，古董的话，它越少，东西越好，只有一件，全世界只有一件，那更贵了。哎，那假如说有几件啊，哎，它平均了以后啊，都开小几书啊，哦，又比较便宜。然后我们哦，因为它很贵，我们就很喜欢哦，想保有，是不是心？是。想保有啊，就是心。可是哈、哦，这个啊，是不是很容易啊？哦，这个破坏，一个不小心哦，它就碎了，对不对？那已经哦，被我们一摔破了，我们那个哈、哦、爱呀、啊。爱那个心啊跑去哪里？找得回来吗？找
所以那个叫做离尘无体，这样知道吗？那我们在凡尘应用是不是都这个心，都是这一种离尘无体的心，对不对？我们的四心啊，我们的生灭心啊，是不是离尘无体？哎，所以男女之间的恋爱啊，哦，那样的爱到你死我活哦，有没有？那个为他生为他死都很甘愿啊，你说那个是假心吗？我是真心爱你的，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讲过啊？没有啊，没有怎么结婚呢？哦，所以那个哦，真心啊，建筑在四心上面啊，因为四心随着环境变化，时过境迁，时间经过了，环境改变了，我们的心啊，跟不跟着改变？所以哦，那个男女之间情变了哦，啊，都去做兵啊啦，无在身边啊，哦，你看会不会情变？还真容易变哦，是真心还是假心啊？有的维护啊，吼、哦，吼、哦，好啦，唔变啦，搁等你啦，嘿，看你做偌久，三年，吼、哦，两年，等你回来。哇，结果回来了以后啊，嘿，男生又去吃头路，哦，进入理想公司里面呢，有很漂亮同事，糟糕了，你的心没有兵变，男的心变了，又怎么样？哭死了，会不会？不会啊，心要硬哦。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哦，妄心无体，没有体啦，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用这个心来修道，会成道吗？不会，绝对不会啦。所以你在修个吼，像迄个金刚童子啊，有没有？嘿，迄个徒弟拢咧打水吼，嘿啊，迄个金刚童子去路拢甲破平平有无？因师父一日登来讲，你有甲嫌无有？然后啊，好、哦、啊，你看到什么？看到金刚童子，伊讲你讲妄言，说真的啦，我现在你看，哦，金刚童子就出来，主人你有什么吩咐？那个老师傅说，金刚童子，我都已经送40年了，你连一次都不给我看。那个哈、哦，我那个弟子啊，一次也没送，他竟然一翻你就出来。还问他说有什么吩咐？那个金刚童子说：“你才40年呢，一生都还没到，你的弟子已经四十岁，40年多还是44多？哎，40岁较久哈、哦，哎，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啊。”我们送了几次了？不知道。那边后世还看到还有嘞，还有《金刚经》，哎呀，记得拿回去送。最起码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有，我有送。不然金刚童子说：“啊，你一届也无上，哦，一世来第一届也无上，那都不算。”哎，所以我们要累积，然后这个累积下来根基就好，哦，一点就懂。没有累积下来，他都点都点十年呀，都要不懂嘞。懂了没？我们都懂了，懂几年了？已经哦，好几生好几世啊，都累积，所以现在都懂了。哎，一听了就懂了。哦，所以要了解说这个是自己努力的啦，别人帮不了忙，也不会说明天早上睡醒过来哦，全部了解，会不会？我们等待明天早上醒过来哦，
真理全部了解了，可不可能？大概不可能了哈，还是要努力。嗯，这个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对吧？哎，所以一定要努力哦。你用多少心啊，就是了解多少。哎，一了解了越宽广哦，越宽广以后啊，哎，我们那个领域啊，哦，就越不一样。然后呢，所想所做一定也不一样。那我们周遭亲朋好友看着我们变化，看着我们变得非常哦殊胜了、啊，想不想跟我们修道？想。度人容不容易？容易。哎，就很容易了，对不？啊，无咱啊，足够足够跟人计较吼，你若去度人，伊讲吼，心肝咧讲，我才无爱像你安尼。你遐老跟人计较，我若跟你行吼，我还真好跟人计较。哦，所以我们了解有一些呢，不用讲哦，你做了就好，你做出来了，人家都高兴。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边呐、啊，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这个心呐、啊，要离开所有的六尘，哦，色声香。哦，色声香味触法，那个知尘事业都已经离开了。离开以后呢，哦，还有寥寥分明的哦那个前线。哦，离开凡尘了，哦，离开景象了，离开事情了，我们还寥寥分明的那个，是不是就是真心的？还有体会不？有没有？所以那个妄尽啊，真就显啊。那个妄啊，都是有形有相，境界相哦，早有早空，空也一样是形象啊。啊，我们全部都不着了，不着境界相，不着有，不着空，什么都不着，都没有了，都没有的时候啊，一念不生哦，那个啊，就是真。哦，那个啊，就是即心即佛，那个就是真心啊。所以哦，就在我们身上啊，没有离开，一秒也没有离开，所以才有那一句话哦，说妄想原来啊本是真，有没有？我们的妄想啊，啊，原来本是真，是我们的佛性生发的啊，除时又起一重尘。我们要除掉妄想，要增加一个念头，哦，言思动静啊，成水力。仔细看来，无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呀、啊，有没有？所以很多句之前我们不是都在背吗？有没有？忘了啦，啊，你回去我就害你啊。这个哦，大家拢真好做。不缺欠，讲好我无欠你哦，你等我随下你哦，安尼就无猜我咧好，你家人找我家来，几公里呀、啊，蛮远哦，哦，这个想一想还真蛮远，我还一大早哦，从基隆然后坐车到那个台北车站去等。哦，然后从台北车站再坐到这边来，哦，然后回去呀、啊，就又呢，哦，一样的路线又回去，哦，这个目的就是要大家都能明心见性，哦，见性啊，成佛，所以哦，这个发的愿蛮大，所以就讲，只要哦，这个一口气在都会讲，一口气不在，我会再来。我会再来，再来的时候啊，可能各位也会有印象，有啦，这之前捌讲过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哦，就跟阿难讲说：“如汝今者啊，曾听我法哦，在听我讲经说法，此则因生而有分别。”哦，等于说我现在讲的这一些话，哦，就是因为声音，哦，然后你才能够了解里面是在讲什么，哦，这个也是妄，
这个不真，了解吗？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凡尘啊，这个真的，它不落入语言文字。那么众灭啊，一切见闻皆知。我们呢，那个凡人打坐，就是要灭掉啊，一切的见闻皆知。然后呢，内所悠闲，就是哈、哦，打坐以后啊，什么拢未使想，什么拢无啊，啊，伫咧咧修。迄、那个内底家己迄个幽玄，幽呢幽暗，还无看，啊玄就是讲什么代志拢无，咱凡人打坐是不是这样？拢个修家呢吼，什么两头嘛拢未使有对不？那个就是吼灭掉见闻皆知，然后内所幽玄，在修，安尼先到位。我们知道说啊，那成不了佛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从根源，没有从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来修。那个啊，佛就讲说有为法尘呐、啊，分别影视，就是法尘。法尘呢，就是我们色声香味触法，最后一个有没有？色声香味触啊，六尘的最后一个，因为眼耳鼻舌身它没有藏意念的地方，那么就看嘞要搞啥啦？目睭看要搞啥人甲咱记的？是不是意念？意念就是第六个啦，第六个六根的第六个就是意念。耳朵听了以后啊，说我听到什么，嘛爱甲记的哦，迄就是我那高吼第六个意念。啊，意念吼、哦，伊要收集遮，你目睭看，耳孔听，鼻孔闻到，嘴食，身体感觉，遐叫做华。所以这个啊，第六个六层的第六个啊，那个华，它就比较范围啊。很小，只有我们那个五根肉屑的影子，啊，底下的意念的来底，或者滑，还能知不？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近这方面的知识啦，所以唔知影。即嘛吼，咱就知影讲，目睭啊，伊无藏意的地方，目睭看看的吼，伊随放了了嘛。啊，都在咱的第六个意念吼，改记咧。啊，即马第六个意念记咧，迄变做影，一个影啦。有哦，你有教我啊，你看到你有教我啊，你听到你有教我啊，你闻到味啊，你有教我啊。啊，什么味？你那个来中间，我会改现出来。啊，你也知影讲迄都是什么味？那个华。它的法的范围啊，就只有这样，就是影子的。所以佛就讲哦，法尘分别影视，就是啊，我们交给那个意念去管辖，你给它顾嘞。我看到，我听到，我闻到，我吃到，我身躯感觉到，地感到，你拢给我记记的，还有这法，还知无？所以我们了解佛就讲，你那内所悠闲啊，都变作法尘分别影视啦。刚才像咱的意念在咧记讲，咱看到、听到、闻到、吃到、身躯感觉到，刚才迄款代志安尼念啦，安尼范围是不是真诶？对不对？所以我们假如说没有这个啊，沾到上天大开普渡没有遇到。我们佛老师啊，掌道盘，我们就没有办法研究啊这么深入，这么透彻，我都唔知啊，即嘛人只是讲爱了解，爱研究。我非赐你呀、啊，只为非心。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讲我唔是讲命令你接着讲这唔是心啦。但如一心、啊、但是、哦、你就要在那个心微细揣摩、就要微细、真详细来给它揣摩，若你虔诚、有分别性，
即真如心，已经离开，已经离开眼前凡尘的景象，他还有寥寥分明的那个知觉性分别性，就是寥寥分明啦，寥寥分明知觉性，离开凡尘的那个景象，已经都没有景象啊，一个无即真如心，那个才是真正的你的真心呐、啊。有无讲了有清楚无？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佛在讲，他也不会含混呐、啊，因为啊，那个妄的话，离尘就无体的啦，这个离尘有体就是真心，离开凡尘啊，它还有体，就是真心，这样知道吗？我们在凡尘啊，看到万象，看到万事，那离开万象，离开万事呢？我们那个啊，寥寥分明的那个知觉性啊，是不是还很清晰？对不对？那个就是真心呐、啊。因为啊，它不管你用，不管你不用，它都在，不会说离开凡尘就没有了，假如说离开凡尘就没有了，找不回来，那个叫妄心，不真，那个就不要，那个生灭的，生灭的我们不要，我们要呢，不生不灭。若分别性啊，离尘无体。假如说我们寥寥分明的那个分别性，离开凡尘已经没有了，都无去啊，刚才像咱拄只咧讲迄个孤洞。吃破我那个要爱心就无去了，找过个找嘛找袂转来，那个叫离尘无体啦，这样了解吗？所以啊，佛就讲失则前尘呐、啊，分别影视，假如说离尘无体，离开凡尘啊，它就没有了，那个就是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我们呢，从那个景象、啊、去分别、它里面、啊、那个影子的事情，影，刚才一个影那样，过去就没去了、那么尘非常住、啊那个尘，凡尘的景象，它不是常住了、啊。咱凡尘所有的看得到的物件，伊拢寿命真短。以现在来讲呢，拢一百年为准，一百年，像水泥的寿命、啊就是一百年，经过一百年它就风化，就呼起来了，你把它摸它就呼起来了、那个钢筋、啊一百年它、啊、生鲜、啊、就你把它压，本来很硬、你现在把它压就变软软、之前、啊、不是有很多桥梁那个钢筋、都跑出来对吧，我们去把它摸，那钢筋都剥落，就是、啊、它有现象能够呈现都不久，所以叫尘非常住，不是常住的、它呢就一直在变化、啊、所以一直变化的东西都不真、啊、所以都叫妄，这样了解吗？尤其我们身体啊可以支撑多久？一百年，到一百年就不错了哈、长寿了。到一百年的时候啊，各位姐姐，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都一百岁的时候，这个耳朵听不太见，那个眼睛视茫茫，然后走路呢，走得很慢。这样好不好？啊，不好、哦、啊，不会吃几回。所以活着的时候、啊哦、就是要好好利用，对不对？听好那句话，不让我们用哦，那位置要吃一嘴饭就这样冒几波，很困难的、活着真的是不知道是痛苦呢还是享受。人说你、好苗吃到一百岁，他在想说、我在拖苗这么艰苦。
所以佛就讲哦，这个尘啊非常住，若变灭时啊，哦，它会变化，然后消灭。那么此心呢，则同啊龟毛兔角，哎，那的心哦，都变作孤猫。龟没有毛，兔也没有角，那个只有名称而已，没有实在的东西呀、啊。哎啊，所以哦，我们的心呢变成啊不见了。那么则如法身呢，同一断灭。啊，断灭了，哦，其谁修正啊？无生法忍，哦，那谁要来修呢？哦，修到能够成道成佛，哎，那因为哦要这个留半个小时哦，大家都不踊跃发问，所以或许呢啊，就说留十分钟就好。那现在哦，哎，剩下九分钟了，哎。再不踊跃问哦，以后我们就干脆讲到下课了。哦，剩下九分钟哦，哎，有没有要问的？好，请说。好，请说。那我想问，我那个《清净经》呢，有一句话说：“清净佛寺。”哦，好好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哈、哦，我们以为说静了哈，我们现在哈、哦，这个身心啊不动，说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哈、哦，这个时间啊是不是一分一秒，一秒一分一直在行动？啊，地球啊哈、哦，你看哈、哦，是不是一直在运转？有没有？哎，可是呢，我们啊，跟随着天地呀、啊，哦，我们跟随天地的动，哦，我们呢不自己呀、啊，自己产生动，哦，因为我们假如说这个时候来动，就跟天地的动相反相违背，哎啊，所以我们呢跟天地一样的动，就是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啊，哎，各位就可以了解说，我们啊是不是动则啊静之机。了解意思了吗？地球会使转拢卖西未？地球若卖西，敢那咱吼一桶水啊咧西，水拢袂落来对无？你桶水若卖个叮当的时阵，伊会安那倒了了对无？嘿，所以吼、哦、我们要了解那个动之中啊，哎，你全部的保持跟它一样的动，你就是静啦。所以那个动则啊，静之基。想了解意思吗？哦，所以万物啊一直在生长，我们人啊，哦，各位可以了解到，那是安那也安那哦，为低那的变大人，为大人的变老，有没有在动？啊，那拢点点对不？我们都静态啊，可是它一直在变化，有没有？哦，所以我们啊，你看那个动，就是我们静的哈、哦、基本。一不变化的话，小孩子不会长大；不变化的话，我们不会老；不变化的话，我们不会死。啊，是不是一切都在动？哎，那我们跟随着天地呀、啊，哦，这样运转的时候啊，哎，我们就是要静，静的时候啊，才能够了解到天地整个都在运作，都在动。所以动则啊静之机，还能了解不？哦，很不容易了解哈。哦，阿都拢我静悄悄，无咧叮当啊，有叮当无？哎，就是有。这样了解吗？还有吗？哦，还有五分哦，够五分俩。好，请说。请问一下，那个中阴身跟四神，它的关系是什么？四者啊，四神，中阴身跟什么？四神啊。对。好，请坐。那个中阴身哦，就是我们已经呢，哈、哦，这个身体呀、啊，哎，不给我们用了，然后我们一口气呀、啊、不来，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哎，我们就走入哈、哦、中阴身了、啊，哎，就是啊，
还没有到阴间，他也没有上天堂，也不在凡尘、哦、那个叫中阴身。那我们要了解说中阴身、哦、跟我们在凡尘的那个修养很有关系、哦、因为中阴身大部分、啊、它能够支撑到49天。那49天呢，假如说我们在凡尘、哦、有修道，然后有行善，49天的时候啊，还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志哈、哦、来指挥这个中阴身的行动。那假如说都不相信呐、啊哦、我们有佛性，他、啊、也不行善，那他的中阴身哦，在他断气了以后，没有几个小时啊，就马上哦。没有办法来指挥他的中阴身、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假如说有、哦、我们的亲人、哦啊、已经呢过往了、哦、一口气不来的那个时候啊，我们要了解说他的那个、哦、第八阿赖耶识、啊、那个中阴身、哦、都还没有、哦、离开身体，都还在哦、只是啊他不能动，可是、哦、他都还能够了了分明。那主身哦在坐在善啦，主身在考啦，在讲什么话伊拢知影，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反应啦。那到晚上的时候啊，小孩子睡觉哦，那个中阴身啊会去照顾小孩子，小孩子他会看到，看到哦长辈啊回来这个照顾他们。可是我们大人因为、哦、精神外放很厉害了，我们很少说、哦、都回光返照照顾自己啊，不生不灭佛性，所以那个中阴身的活动我们大部分都、哦、不知不觉。那假如说我们在修持方面比较用心努力、哦、都能够回光返照，那中阴身的、哦、那个动态我们会感应，会知道，会知道、哦、它的活动。可是呢毕竟也是很短暂的、啊、它要归位，看它凡尘所作所为是要归哪里、哦、它会归位、那个、哦、最久都是49天、那之后、啊、就看它所作所为的变化。那一直到哦、他在、哦、比如说天堂享福地狱受罪到了，到的时候、啊、他又要来投胎转世，那么要来投胎转世那一段也叫中阴身。那个、哦、一投胎来的时候、啊、就是要跟他有缘分、啊、有缘分呢就有亮光，那假如说没有缘分、啊哦、大地、啊、就好像那个黑墨水，黑漆漆的、啊、黑漆漆的，它的中阴身、啊、它就不会、哦、去、哦、依附。那看到亮光就是跟它有因缘、哦、有那个因果关系、啊、它就会从那个亮光里面、哦、就一直、啊、追那个亮光、啊、那个时候、啊、就是它的父母亲在做爱，所以它就投入以后、啊、就怀孕了、就是他已经进入了，借着他父亲的精子、哦、进入母亲的、哦、那个腹中已经怀孕了、那个也是、哦、中阴身。所以我们要了解、哦、那个断气了以后的中阴身跟来投胎的中阴身、啊、它是一样的，一样的。可是投胎那个是已经啊他已经受完他应该受的罪过，或是享完他享的福报，都已经、哦、完了，然后才来、哦、又来凡尘、啊、又来、哦、示现，又来呈现在凡尘、哎、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那个因、啊哎、都蛮多了，会结成一家人、啊、都有因缘、啊、所以一定呢、哦、我们都要、哦、去改变它来、哦、有善缘有恶缘、啊哦、有的劫是恶缘，有劫是善缘。那怎么看呢？看他一出生了以后、啊、
一直要我们用心，一直要我们用钱，他是来讨债。那他来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业，我们做什么事都很顺，他是来还债，是不是很容易去体会？只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这样了，他没安尼吼去体会，所以就不知不觉。哦，认为说，我、哦啊、生出来的我的子啊，我的财产啊，是吗？生出来是不是我们的财产？哦，不是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定呢，来了，假如说是来讨债的，我们也要欢喜心呐、啊。半暝啊，吼，爱抱起先关了金抱。啊，那咧哭吼，会吵到别人了，紧该抱起腰。然后去外口行，不是时常遇到吗？有没有？那个哈、哦。你就是要欢喜心，感恩受，下课。